各位学员，请就座。起立。这个可以吗？有没有？大家好，こんにちは。まだこんばんはじゃない。我听说今天大家都是原住民牧师是吧？我很特别高兴。有没有从这个的阿里山乡的？吴凤乡是吧？哦，这从那个，真的，周族是吧？族，因为我有一个族的名字叫做阿外。这是高医生先生的太太，我都叫他卡讲卡讲，他给我的名字。好，那我们就开始谈一些就是怎么换呢？我换了。我今天要讲的是从生物学的立场来看光辉 WTO 的时代，并不是要讲 WTO 本身，也就是 WTO 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象征什么。那就是这个对不起，这没有啊，也就是这个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就是世界贸易结构啊，就是这样。现在大家都很介意有没有加入这个 WTO 这个事。其实我本身个人对 WTO 并不欣赏，因为它有一点弱弱强食的那个味道。不过既然社会的世界的秩序变成这样的话，我也不去碰它。不过我想借这个题目来谈，因为WTO 的时代引起在自然界引起什么样的危险的现象，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关心才对。那 WTO 其实它是由美国为首的，这是西方的，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创造出来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西方的价值观念，它的核心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这个简单迅速便利。大家想想看，美国人做出来的都是根据这个价值观念产生的事情。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打针，那个针筒就是用玻璃做的，那打针了一次以后还要用消毒，用煮开水来消毒，现在想起来是相当不方便，不过那时候我们是觉得那是当然的事情，以后现在你看
塑胶做的注射筒，打一次丢，打一次丢，不需要消毒，也不要有人去洗那个玻璃瓶什么的。啊，大家也晓得，这个塑胶这个东西本来在大自然界没有的东西，这是人用化学的方法把它造出来的东西，因为它不是大自然原来的东西，所以你丢了以后它不会回归自然，就在那个地方，塑胶袋、塑胶的便当盒什么什么的、哦、那个保特瓶什么的，这个都是大地球，大地没办法把它回收过来的，就变成污染破坏自然的这个东西。所以他的目的，他往哪一个方向走，就是往什么事情都要把它合理化，然后一定要让它效率。所以假如有100个病人这样一打针丢，打针丢， 这很有效率的事情，不过会引起什么效果他们不管。那这个观念所导演变出来的一些事情、哦、在有一个一些比如说这个对医药的分野的，对农务方面的分野，对传染病方面、哦、这有一几个我就是想借这个给大家、啊、举几个例子 来证实我讲的、哦、那我们现在就用医药分野来说，人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都有，大家都难免有病，而且不只是一个病，有时候是两病、三个病，比如说胃肠的病、肝脏的、肾脏的、心脏的，或者肺部的都有。不过呢，这样的话，变成一个医生要看很多很多的这个病人，然后呢他也要懂得肝脏的事情、心脏的事情、哦、这就念出来、很辛苦，所以干脆就他根据这个脏器之别来分科，比如他分心脏科、哦、泌尿科或者是消化科，这样要这样一来的话，老人就苦了，因为你到一个医院去，你看的是、哦、我要看肝脏，他不会看你第二个病，比如说你有肾脏病，他不看，你就要只好到肾脏的 医生那边去。那你这肝脏的药拿来以后，再继续拿这个肾脏的第二个病药，那他们互相没有联络，所以你拿的药可能是有重复的，而且你回去以后你就吃了，结果怎么样？我们晓得我们的肝脏是把那个跑进身体里头的有害的东西把它解毒，解毒了以后，然后再有肾脏泌尿系统把它排出去。那你记得了，肝脏的解毒功能衰弱了，排出去的功能也弱了，所以慢慢的在积在身体里头，结果呢不只是正常的量，你还是加倍的量，可能是你吃了三倍的量，所以那个一直停在身体里头，就会引起的就是要害。所以西医现在碰到的就是这个要害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回到哪里？回到传统的医学。传统的医学是什么？草药，也就是中药。
或者是针灸这些。所以现在世界差不多十二三年前吧，世界有成立一个统合医学，统合医学会，就是将西医跟传统，也就是在台湾中国的话他讲是中医，在日本的话他讲是合医，合就是大合的意思，那变成这个一个学会。现在他总部在东京，然后这个药，你看，你假若是以前那头痛的药，或者是哪里关节痛的药，你就是要用一大包的草药去煮，然后喝，那花些时间。但是他替你把它的有效成分抽出来，然后做一个这一个药粉或者是定剂。随便就随时都可以吃，结果呢，本来你要喝一大碗呢，你才能够得到治疗的那个剂量，结果呢，它一定就可以将 cover 啊，也就是涵盖你两三份的，它的一个一小的就可以吃进去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维他命 C。维他命 C， 我们就晓得从番茄啊 ，tomato， 或者是柑橘类就可以得到，而且他们是以非常安定的形状在那个番茄、柑橘里头，那我们吃就同时可以吸收，但是欧美人没有那么，比较没有耐性。他们就做维他命，把它抽出来，做成定剂，那你就喝。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其实往往都是拿过量去。然后铁剂也是一样，铁剂也是我们从，叫做什么？菠菜是吧？叫做菠菜，或者是从肝脏。就可以摄取很多的这个铁分，而且现在呢，假如你从自然的东西，从自然的柑橘或番茄抽这个维他命 C 的话，你看要多大的设备，所以他们现在用化学的方法把它制造。维他命 C 出来，那这人为的维他命 C 跟大自然产生的维他命 C， 这微妙的地啊，它是不同。大自然产出来的维他命 C 给我们的话，我们身体一点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接受，然后新陈代谢以后就排出去。但是这个人为的维他命 C， 你吃多了，它在你的肾脏、尿或者膀胱，然后结石，就是有这种不利的地方。这个就是太人为、太求方便、顺势。那小儿临床方面呢？你看他，我们小孩子啊，有时候都会取闹、会哭。婴儿，或者 还不能走路的，或者刚刚会爬着走的，这些小孩有时候哭，我们的话就很耐心的啊，有时候生气就屁股打一打，是吧？不过现在美国那边呢，他不管是多小。为了让你安静下来，他给你打安静剂、镇静剂。你看这要命不要命？不过在美国社会，他就觉得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事情，但是因为欧美的力量太大了，而且方便简单迅速，这个都是很有魅力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迁就他们去了。所以这些就是美国啊，其实我都不大喜欢讲具体名字，不过你说欧美对吧，总是以美国做代表，所以美国永远就是快餐、汉堡、热狗，点多一块的牛排，很快。但是法国料理啦，这个很特别的，中国料理或者是日本料理，都要花很多时间。这个叫做慢餐，现在，所以欧美方面他们也很多在反省，尤其像德国，你到德国大使馆有一个餐室，他请我去吃饭，几乎都没有热的，都是 sausage， sausage 叫什么？香肠类。它有好几种不同的面包、或者是乳酪，就这样，很简单的。然后来谈这个在农牧副业方面，在农的方面呢，我举一个绿色革命来说。绿色革命不晓得大家听过没有，这个就是以前呢、亚洲就是吃米的地方啊、饥饿的人很多，他收成不好，所以那时候台湾比较好一点，总是除了供应日本之外，我们还吃得饱饱的啊。不过像越南啦、菲律宾啦、印尼那一时候啊，他们时常缺米，所以在菲律宾有一个国际稻作研究所，在那边研究室里面，他开发了一个猪，那个猪叫做 IR8， 这个没有啊，这个高数量品种，它一株它可以产那个米粒很多，但是。这是从实验室里头制造出来的，它并不像我们啊，台湾有台湾的再来一种，韩国有韩国的，日本有日本的，越南有越南的。结果呢，他就拿出来推广 IR8， 不过这个猪。假如你要给它正常的生长，然后产生它发挥它的功能的话，你要很多很多的水，很多的肥料。结果你就要盖这个水坝，做一个水坝它就是破坏自然，整个很多生态系都要会打乱的，有的消灭掉啊。然后我们本地种啊，这是因为它是生长在这个土地，但是不晓得经过几千年的自然淘汰，要自然淘汰下来留下来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最好。所以日本有日本的他们的风土环境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有一些稻米就是适合日本的环境，有的适合我们的环境，有的适合别的国家环境，所以他们是那个地方最好的品种，所以对虫害啦、对病害啦都有抵抗力。结果这个这个怎么了？
sorry， 这个虫害哦，这个猪，因为它不是在某一个地方生长的，这样淘汰下来最优秀的，它是在实验室里头的，所以对到美国不是到越南、到印尼、到菲律宾去哪个地方，它对那里的虫害、它的病害都没有抵抗力。所以你就需要用很多的农药，这个农药就是包含杀虫剂、除草剂，这一来产生了环境污染。这个些东西，这些农药往哪里跑？你用了以后，它是下了雨，跟着雨水往地下水脉去。地下水脉往哪里？往河流，往各家庭的井。然后那些小鱼吃污染的食物，那中鱼来吃小鱼，最后大鱼来吃中鱼，那这个大鱼呢，我们吃，人吃，所以又回到人来了。所以破坏环境，以前我们的水田、哦、你去看的时候不是有泥鳅啦、哦、或者是鲜鱼、鳝鱼或者小鱼、哦、或者小小的螃蟹或者青蛙，这些都是为水田里头的生态系一个系统，为了这个北仑溪白鹭，它就来吃这个。你现在你的水田很少看到，几乎都看不到白鹭了嘛，因为你到水田去没有东西吃，都被这些杀虫剂杀光了，所以本来有的变成没有，这个就是破坏环境。然后比如说从亚洲都是种这个 IR8 来说、哦、假如一个地方说菲律宾那边发生了灾害了，虫害病害都可以，因为是全亚洲都是同一个品种，所以在很迅速的全部都感染，感染以后怎么样？饥荒来了。假如每一个地方，哦，各种自己的品种的话，某一个地方发生饥荒，哎，发生什么病，这边都没有问题，那是他们的事情。然后他们没东西吃，我们这边可以供应，所以可以互相帮忙。变成这样统一的话，就不行。所以这个用绿色革命的这个就叫做 Norman Borzov， 他在因为这个绿色革命确实解除了一些饥荒的问题，但是同时也破坏了一些环境。所以现在也不是现在，应该是十几年前就开始人家就反省过来，到底这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结果公罪一衡量的话，罪比较多一点。不过他在1970年就拿到诺贝尔奖啊，和平奖。然后最怕的就是环境污染，哦，对，环境的污染、环境的破坏，那最严重的就是再来一种的消失。这一点大家记在一上。再来一种的价值，它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经过自然的淘汰留下来的，所以最棒的东西。你不要说是哦，我们的牛很小，我们的猪很小，人家美国的大猪好大，牛也很大，
不要以为大就好，大的假如不是在那个环境长大的话，它还是问题很多，我等会会讲。这是农业方面的啊，他说农牧方面的一个畜牧方面，这个是第一个啊，这是我亲身经验的。我从1970到1980一月，1970一月到1980十二月，我11年在非洲工作，我替这个赖比瑞亚政府畜牧局，我在那边当主任兽医官，我就是专门为了他们的畜牧发展在那边工作11年。然后有一天这个农业部长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说不久就有一批牛要从美国送来，他要我像他我自己的牛一样要照顾这一群牛。那我听了很奇怪，怎么会讲这种话的？那当然牛来的话我需要看。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么说，他说因为1960年代有一次也是美国政府他给赖比瑞政府给六品种的，他说里面的牛太小，长得很慢，所以用我们的牛来繁殖，所以他们这是美国政府免费援助的，这个计划叫做 Heifer Project。 Heifer 就是处女牛，也就是还没有生过的牛，然后他给你配种以后已经怀孕了以后将那个牛送来给你，所以一到的话可以生产，都是免费的。所以来了1960年代来的时候是由联合国的粮农组织 FAO， 他有派一个以色列的兽医在农业部，赖比瑞亚的农业部照顾这一群牛，结果呢，来没有半年，全部死光。他们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结果1970年一月我到的时候，部长就来跟我讲这个事。就说好，我就看吧。所以我就开始问当地人，到底过去1960年代到底那是发生什么事情？很少这个能够告诉我一些情知的。不过我说我自己小心就好了。然后他来了，他就是要来取代。这个叫做拉玛跟穆图鲁，这是两种西非洲的牛，很小，成熟的公牛它差不多最多差不多800磅的话也不到500公斤，很小，就美国送来的就是差不多是三倍大，然后有这个的六个品种的 Holstein Brown Swiss Jersey Brahma Aberdeen Angus Santa Gertrudis， 三个这些好大的牛啊，这一来差一点要我的命，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多人都以为动物不需要打针吃药。结果我自己设计牛舍，我自己设计牛舍，监督监工，然后牛到的时候我跑到床上去
是先给他打一些药，那个药就是1960年代，就是第一次来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老药，那就比没有好，所以我就拿去在床上给他打针，然后每个礼拜，啊，那个牛舍是用纱窗围起来的，我不让那些吸血昆虫进来来咬他们，因为这是传播疾病的。然后每一个礼拜一次检查血液，我就要看有没有一种叫做催虫病，就是切切就是一种盲鹰鹰会吸血的，像这个蚊子传播疟疾一样。因为这个西非洲它有一个别名叫做白人的坟墓，以前白人一来，哎，就死在那个地方，因为很多风土病包含非洲睡眠病，大家听过吧，非洲睡眠病疟疾，还有一种叫做丝状虫，它钻着这个皮肤以后就在停在肌肉里头，有时候给你钻进了心脏，所以很多风土病。不过这个恩达玛跟穆杜鲁本地种他们也是淘汰过来，有一次我给他们检查这个血液，一检查，这个推巴拉肉嘛，就是推虫在里头游泳，不过这些有没有问题，他已经祖先有传给他们的抵抗力了。不过呢，假如是淋的雨或者是吵不过给他们压力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病。结果1960年代呢，这就是这个催虫病，这些从美国来的一点抵抗力就没有。不过呢，我还不容易，我花了差不多2年半的时间将这个从外国来的外国的品种如何在西非洲生存，这个课题我把它搞成了。不过呢，非常非常辛苦，在隔壁的象牙海岸，象牙海岸这是以前是法国的属地，他们法国人也是这样，拿他们的大牛儿给他们，也是失败过一次，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跟拿外国的品种跟本地的品种交配，做杂交，结果呢，本地的牛，你知道吗？母猪，他们确实体型大了。不过从疾病的立场来看，他们抵抗力就降低。不过从纯粹的外国品种牛来说，他们的抵抗力增加，是吧？然后在实验场长得很好，所以他们好高兴，说啊，这个可以推广到全国去了。所以要推广就拿到乡间去，哎，结果又全部死掉。所以最后梁龙子之他不得不接受我们的结论，就是要用本地种。大家请记住啊，本地再来种，不要小看台湾的这些，你看狗也是一样，这些土狗很少生病的，但是那些所谓贵宾国什么来的时候一下子就生病，所以时常要跑兽医。然后这个 BSE、这个就是所谓的狂牛病。这个狂牛病的原因是什么？狂牛病的原因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蛋白质突然产生在牛的身体里头，
那个叫做 prion 就是一种蛋白，然后他们也不晓得这实际上发生在法国，然后再发生到英国去，然后这个呢到现在为止都不大晓得到底是从哪里来，不过我认为是从一种饲养法。这个饲养法是什么呢？饲养法就是他们屠宰了牛以后，将那些内，西欧人除了法国以外几乎都不吃内脏的，所以在那内脏啦或者是骨头啦用这种粉，然后磨成最后掺在家的那个饲料里头，然后给牛吃，它目的就是要赶快叫它们快生长，赶快生长以后赶快送出去卖，然后有收入。这个就是他们的，我刚才讲的价值观念就是这样。所以是台湾现在也是一样，像那个鸡啊，他要赶快送上市场，他给鸡也打这个生长荷尔蒙。现在有很多小孩呀，差不多七八岁呀，长胡须耶，小女孩子乳房在肿大，这个都是受西方的这种做法来引起的，所以大家要小心啊。所以牛吃饲料的时候同时在吃他们自己的同胞同种，牛本来是草食动物，它哪里会吃动物性的东西，就是人呢为了让他们赶快生长就拿他们的动物性的东西加在饲料里头让他们吃，结果草食动物吃进这个，草食动物是吃进动物蛋白质，而且并不是别种的，是自己种的。所以我是很大胆的跟他们讲，这个就是天谴，就是人搞出来的东西，本来大自然就不会这样的。大自然你假如顺从大自然的话你活得好好，你就是为了赚钱，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结果你做出这种事情来就是违反大自然的，所以你违反大自然自然就给你放不过来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feedlot 就是本来这些草食动物就是在大自然草原这自然吃草的东西，结果美国呢他为了要管理方便，他说以前最大规模差不多一两万头集中在一起饲养，然后因为他们也 生产大量的空玉鼠鼠大多买，这些就是很浓厚的蛋白热能很高的，所以长得很快，只美国可以这么做，但是台湾呢有试过，差不多1972年我从非洲第一次回来日本台湾，那时候台糖有一位畜牧专家，他是台大的我的小辈，他的父亲当时当经济部长，好像有一个叫做杨继珍还是什么的，他的儿子在
然后我问他，你给他吃的这个草从哪里来？牧草，他说买的，从外国买的。饲料呢，也是从外国买的。我说这样不会成功，因为这个不适合台湾的环境。台湾的环境什么？对啊，甘蔗味嘛是会使哩，甘蔗的味啊，草啦、啊，也就是我们的人就不会利用我们的大自然有的东西，总是要方便。啊，那是饲料，饲料一给完，没有事了。也就是受这种欧美价值观的害啊。然后呢，现在整个地方啊，美国大的就五六十万头养在一起，这五十六十万头要养在一起，你看多大的面积出题，牛就不动了，就在那个地方，天天它是随时有这个精饲料在吃，它就是随你吃，赶快生长，我要把你送出去，也赚钱。结果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大豆、玉米，或者是麦，这个都也是人的主食啊。还有人有很多地方在饥饿，饥饿，营养不良。结果呢，这些人没得吃，你去喂动物，然后再拿来吃，也并不是为了营养的问题，现在几乎大家都是为口福来吃牛肉，这种已经变成很不道德的饲养法。然后五六十万头的牛在一起的时候，它饲料就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土地几乎都变成死的了，变成非常咸，你将来你 要把它再来种东西的话，几乎都没办法生长的。这个也就是一种自然破坏。那说对传染病方面的引起什么样的不好的作用呢？我觉得像这个第一个肉肉村，这也是我本人经验的，也就是在非洲，我是住在这个从首都要差不多跑驾车要三个多小时的地方，一个农业部的实验场，那边住了几位联合国的职员，像粮农组织的专家，所以很少有外国人。有一天，我一个对面的一个粮农组织稻作方面的专家，他来告诉我，今天晚上有一个法国的专家会从内陆那边来，那个地方叫做 Zozo， 一个小村庄。这个法国的专家他是 WHO 的，世界卫生署的专家，他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赶到首都去做报告，不过因为太晚了，晚上会住在这里，然后他要请他吃饭，所以也邀请我去参加。那他当然请了在试验场里头的一些外国专家，就本地的比较高位的专家来参加，一起吃晚餐。所以我去了，这个法国的专家非常，而且显得非常得意啊。所以出来差不多饱了，我们就开始喝酒啊，一边在喝酒，饭后酒的时候，我问他：“你有什么贵干？怎么赶着要到首都去？”他说：“我真的很简单的讲。”他说在肉肉村，在那边村里面的饮水
他发现了霍乱菌。那我问他现在发生什么，有没有发生在流行，他说没有，只是我在他们的饮水里头发现霍乱菌，所以这个我要赶快去报告他们的总部，到首都去，因为他是非常乡下。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要叫你总部要来做什么，他说要赶快 要禁止他们喝这个水啊，然后需要拿药对吧，我们能拿药来。我说老兄啊，我那时候开始在不愉快了，又是来自于讨，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忍不住了。我说你这么做，你知不知道你在破坏自然？他说什么意思？我说意思很简单，既然霍乱菌虽然在那边，但是村民没有人患霍乱，这个表示这一村的人老早就在饮有霍乱菌的水，可能他们祖先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可能死了不少人，不过存活的人他们都，我们都晓得打疫苗，打疫苗就是给我们身体一个很轻微的感染，然后我们身体就对进来的跟着疫苗进来的微生物起反应，产生抗体。有一些以前呢，都要把这个微生物把它杀死以后，然后做成疫苗。不过呢，假如活的疫苗的话，效果比较好。不过有一些是病原性太强，会反而引起你的身体危险，所以有的加上一些药，让它一生不死的那种状态。啊，当然有一些是不是很毒的话，或者是反正医生总是会把它弄成对身体没有大害的那个条件下做的疫苗，我们叫做生的生的疫苗，就是活的疫苗。所以若若村的村民就一直在吃这个有含霍乱菌的水进去，这是一种活疫苗，你现在把它停止了，不让他们喝这个水以后，有一天这个抗体会消失的。那你叫你总部要来帮忙，你要怎么样帮忙？拿药来。那我问你，你要保护这个村庄保护多久？几年？十年？二十年？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需要 WHO 帮忙的地方全世界多得不得了，这不可能的，我们都晓得，那顶多来一次要给你这样。所以最好你不要帮倒忙，你要尊重自然，这是自然给他们的一个恩惠，你不要将恩惠把它拿掉啊。他不高兴了，结果是一起吃饭的人都围过来在听我们两个在谈，最后他脸很难看，我也觉得无聊了，我说我话已经讲了，不要以为什么都有了 CO 比人家进步，人家有人家的生活的条件，他们也是这样在那个环境自然淘汰下来留下来的人们，所以我就先告辞。我以为那个主人会不高兴，不过他隔一天看到我在摇手好高兴，所以我就安心了，我讲的大概大家都可以接受。
以为 WTO 起行动，哎，结果都没有。所以我相信我的看法是正确的。然后这个所谓的加速传染病预防法，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以口蹄疫为例，现在口蹄疫啊，全世界它有给你分三个区域，一个就是清净区，一个就是接种清净区，一个就是污染区。接种清净区就是你打疫苗然后不发生疾病，所以叫做清净区。不过这个清净区是因为打疫苗的缘故，另外一种就是他不打疫苗但是很清洁，也就是美国，哦，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不过这个目的就是接种疫苗的清净区还有污染区的去产东西就不能做国际贸易，只有清净区的可以。所以那些在想做肉品的贸易的人，他就说不行，不能让它发生，一发生的话要全部杀光。假如像台湾1997年发生的口蹄疫，大家记忆犹新吧，到现在为止台湾还没有成为清净区，好像今年开始还是去年开始它转换，它本来台湾也是清净区，不过1997年因为大陆方面的那个偷渡的猪把那个大陆的口蹄疫带进来，啊，台湾就是因为没有打疫苗，每一只猪 都没有抗体，所以就发生了。发生以后他就跟着教科书走，教科书说要将感染的全部杀掉，结果感染的赶快把它杀掉的意思就是让它在这个一个固定的区域内把它消灭掉，不要传出去。结果台湾这么小，一下子就 全部传到传岛去了。结果他们台湾的兽医还拼命在杀猪，没有意思，已经传到传岛去了。啊，其实这个口蹄疫并不是很可怕的，它感染力很强，但是死亡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全世界我们说晓得啊，这个世界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病毒，非常小的，要放大好几万倍才能看到的啊，这种就是口蹄疫的病毒。你敢把放着它不会死的，会死的只有那些老弱，老的就是比较没有抵抗力的，弱就是因为它感染以后口会烂掉，烂的话非常痛，所以不能吸奶，不能吸奶的话很快就脱水而死掉，所以死的就是很幼序。啊，老的呢它也就是这样，它不能动，站不起来，因为它蹄那口跟蹄受侵害，所以叫做口蹄疫。即使它不需要这个杀掉，但放着它是可以恢复的。2000年，英国发生口蹄疫，它为了保持它的清净，它杀了差不多650到1000万头的动物，都是偶蹄类，两个蹄子的马，不是马是单蹄，牛啦、羊啦、猪啦、鹿，这些都是双蹄的，结果花了多少钱？损失了85亿
欧元啊，英镑，以那时候的要差不多十一年前的这个汇率来说，日币差不多2兆1000亿，那初三对吧，三十几七，差不多700亿是吧，7000亿台币。日本也是一样，日本也今年去年的发生，结果呢他也是按照教科书的方法杀了。日本和牛大家都晓得 Wagyu 啊，他做贸易的话，他一年差不多可以赚差不多210亿日币。不过这一次为了恢复清境区，他杀了20万头，差不多29万头的这个猪跟牛，结果损失了2000多亿。就为了赚几百亿的，他宁愿损失几千亿的。这种做法也是西欧的，我们没办法接受。不过我们的人不想，人家美国这么做啊，我们跟着做，没有自己的主张，所以搞了13、14年还没办法清净，就干脆啊改变政策。我赞成要打疫苗，我赞成，就是因为打疫苗的需要打疫苗。不过呢，我是主张没有发生也要打疫苗，结果台湾粮这个农委会他就是因为没办法搞成清净，所以求而其次打疫苗，所以有一点不同。所以在这个 WTO 的时代啊，有一些最堪忧的，当然啦，一些污染啦什么的啊，这是不谈。我是从生物学的立场这个角度来看 WTO 这个时代的时候，它最堪忧的是什么，就是你借着经济开发之名啊，一直采伐森林，然后森林一开采伐的话，生态就破坏了，大家都晓得现在野生动物一直在亚马逊森林一直开发，它开发的时候要怎么样，把砍倒以后还要烧，本来森林是吸收二氧化碳然后产生氧放出去是吧，现在砍掉的时候要吸收 CO2 的二氧化碳的植物少了，放出氧气的也少了，不止如此，你要放烧的话又产生氧气，燃烧氧气放出二氧化碳，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地球的温度开始在高，一高的话北极南极的那些冰山冰河开始溶解，而一溶解的话很多国家都会埋没掉的，在会被淹水，那淹水的话它就是能够生产的土地就少了，而且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欲望，现在啊很多人都是要想我们需要经济开发，经济开发，不然的话跟随不上的。算了，你假如再要经济开发的话，只有增加核能发电，我们台湾已经有3个了，然后再盖第4个。这个是因为这福岛，日本福岛这次事故结果不敢动，不过我相信一些人就已经拿了钱放在口袋，一定会强迫政府要做，结果想想看
美国发生问题，三里岛。苏联邦以前，苏联邦的时候，发生切尔诺贝利发生一次，然后这次日本，苏联邦的那一次啊，它现在变成死城的，那个面积比瑞士还大一点，当场是台湾整个就盖上去了，所以那个在台湾一发生的话，我们跑哪里去？台湾民主完了。像日本你看台风津波一过回来马上开始，你看在那个地方到现在都没办法，谁说真的是清洁的能源，原子弹一爆过了一些时候它就可以 进去了，这个呢比原子弹还厉害，现在没有期限了，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假如追求现在的欲望的话，全世界只有往核能方面跑、哦、既然技术大国的英也就是美国日本俄国都发生问题了，你期待这些比如说非洲的小国家东南亚的国家或者是沙地那沙漠地带的那些国家，你期待不发生问题吗？一定会发生问题，这变成整个地球的问题，不只是台湾而已。至少我们要不能再盖核能，一定要转向。这个转向呢是什么？你看这个大自然跟我们那个太阳能风力海潮，这个为什么不用？这个都是免费的呀。所以1972年是吧，发生第一次能源危机，还有第二次，所以很多国家就开始在利用风力太阳能。所以1983、84年的时候，我到日本试过去看，哎，都做得不错。他集这个太阳能啊，用那个透镜啊，把太阳这个焦点把它收尾以后，就玩一个水塔，很多都啊，我们就用那个放大镜吸收这个哈、啊，照这个纸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火。就是那样，用那个蒸汽发动这个发电机，做得很好。我以为会有一天会有成果，结果第二次去的时候，哎，已经没有了，因为石油危机解除了，大家又复归原状。其实，假如那时候继续不断地往这个方面研究的话，这个企业是世界第一了。对，生态破坏的就是我们的从生物是，你森林破坏的话，这些动植物的一直减少嘛，对吧？那些吃树叶草的这些猴子，哦，不得吃的话。它会减少嘛？那如果那些吃食肉的野兽，那也跟着减少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整个都连在一起，几百万物种，我们都连在一起，我们不是独立的。所以这个连环环越大的话，我们越安全；环越短，短到只有人跟另外一种动物的话，啊，这个危险了、啊，那个物种完了之后，我们也是完了。所以现在呢，亚马逊的这个开发，它主要的就是要用它的木材之外，主要就是要开发成牧场，要放牧。
这个本来就是森林，但是现在开发成差不多每六秒钟有一个足球场大的森林在消失啊，在变成秃头啊，变成这样。然后这些土啊、哦，大圣原始森林里头窑土，它很肥沃，不过呢很薄，所以它下大雨的时候，它有树木遮住，所以雨水到的时候没有问题。假如你把它砍成这样的话，大雨一来，窑土一冲，这个土壤就是没有营养了，不肥沃了。所以这个是哦，刚才讲的 CO2 这二氧化碳一多的话，它就盖住这个大气层，一越厚太阳光线照进来的就越少，就对植物的光合作用有影响。所以日本有发生过，我晓得只有两次，那个就是冷夏，夏天本来要很热的，结果不热，所以他们称为是冷夏。一冷夏一来，确实那一年日本的稻米不行了，所以就往泰国那边买。刚才的那个归纳啊，所以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干旱，干旱就是跟饥饿连在一起，就是这样。这个骆驼，这耐旱的，这个它也是因为没有水的缘故，哦，要死掉。那现在要找回水源，所以非洲的撒哈拉沙漠那边，那个沙漠越来越扩张，所以我还在的时候。很多在沙漠边缘的一直往西面跑，西方就是西面的话就是西非洲，就在原始森林热带雨林区，所以靠近沙漠那一边的它的整个社区都瓦解掉，没办法生存，所以他们就越往这边逃难。这个是勉强这样挖到的话就是这样，看多辛苦。看这个水不是清水啊，我这样还是要有。然后这个孩子饿得怎样，这个不是泡泡，这是昆虫，这就没有体力感了。大概人哦一衰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产生一种味道，像我也曾经过，我大学毕业没有多久，好像有一次我非常衰弱，然后在睡午觉的时候，居然老鼠来咬我的脚 我相信那时候会发出一种吸引老鼠的人来、啊、这个也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很饥饿了，所以我们台湾还算是幸福。你看这个做父母的心情干怎么样啊？变成这样，我们要反省的事情很多了。我现在拿我们的这个畜牧方面的现状就是这样，差不多40%的谷类都用在这些。日本每年引进，从外国引进每年3000万吨的谷类，几乎全部用在牛、鸡、猪，然后饲料。假如我说，现在的和平可以，万一发生战争，日本被封锁起来的时候，一年之内。
日本的畜牧全部瓦解。现在粮食可以当战略武器，石油当过战略武器，你会听他不行。握粮食的他会控制你，这边你听不听我的话，不听啊，不卖给你，你畜牧就瓦解了。然后要产生一公斤的牛肉的话，你看会产生这样。那谷类为了一公斤，它需要 消费16公斤，然后它产生二氧化碳，它二氧化碳、哦、还有像这个打嗝放屁，这个都是产生二氧化碳的。有人说是牛也需要负很大的责任，然后这些粪尿40个，假如是20万头在里边，你看多少多少这些粪尿，这个都是侵蚀在这里。然后一公斤就要需要10公升，所以现在经济开发，经济开发啊，用了很多汽油。我们现在的谈的就是二氧化碳遮盖大气，所以产生温室效果，也就是热排不出去，所以热就溶解在一些冰河了、冰山。所以确实，从太空的摄影的啊，它冰的那个世界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我认为现在呢突然就说本来不下雨的，怎么突然下雨，本来应该下雨的，有些地方是讲相反的，本来很热的变成冷。这个现象我觉得并不 只是这个 CO2 二氧化碳的问题。你看这前一个世纪在中东看挖出了多少石油，一个世纪大家都在用。那地壳会不会起变动？本来它在很自然的在这样自转、哦、现在可能起来奇奇怪怪、哦、就这样很不稳的。所以本来应该是这一季进入冬季了，应该往这个一直很安稳的往这个冷的方面去，结果它突然一稍微像太阳的话它就热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地壳的变动比较严重，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太靠这个石油的缘故，所以石油总是有一天会渐渐减少，渐渐减少的价格越高，所以就需要靠这些核能、啊、核能一增加的话世界就完了，所以只好靠太阳。那这个都是在增加二氧化碳的啦、啊、以前呢看那个烟我就说、哦、我们工业的发达，这个就是增加二氧化碳的一个象征，这个是也是一样。现在大陆啊多可怕，这两三年前四五年前我的一些朋友大学的老师，他们根本就都不要想说他们要开车，你今年去哦，他大家都在开车啊。所以这个是哦、现在是差不多这样，就差不多100年后就变成这样了。假如不改善的话，那这样的来，那冰山就没有了，是吧？这是人的傲慢啊，也就是说，人说哦，到了月球说哦，我们征服了自然，也就是不尊重自然，太骄傲了。
他们因为他相信欧美人相信科学，科学万能，是吗？我就拿个这个牛顿的地心引力、富兰克林的电气哦、还有显微镜这些天体显微镜，放大镜来说，牛顿是因为发生地心引力才成为上一个世纪大科学家的。他发现地心引力，但是地心引力几亿年前宇宙创造的时候就有了，是不是？有什么不得了？富兰克林他放风筝的时候，他证明有电，这也是100年、200年前的事情，有什么不得了？大自然老早就有了。显微镜，你发明显微镜以后，你再发现哦，血液里头就有红血球、有白血球，啊，细胞啊，这个形状那样形状。但是几千万年前，我们就这个动物已经在跑。所以这个就是人到月球去，就是靠这个地心引力、自然力的，并不是征服，是活用、引用、利用。所以大自然还是大自然这样。所以现在呢，你既然说哦，科学万能，什么都可以做，那我就连爱因斯坦、连牛顿。人家奥本海马这些人都把他叫回来，全世界的科学家几百万人集堂，所有最好的设备拿来，好，你们开始，你给我制造一个细胞看看，没人可以造出来，人没办法造出来，何况我们这个身体多微妙啊。所以这个超自然力量，我就说啊，那个就是神，啊。所以科学，你就不能说是因为科学没办法解释，你就说啊，那就是迷信。其实科学的前面就是宗教的世界，你走一步，还是前面就是科学的世界。我说不是说不要科学的精神啊，做事的态度。但是不要被误导，说是科学什么都可以解决问题。科学其实是没有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还是人要谦虚，不要自大。大自然是，就是大自然的意思就是神。在凡事就是这样啊。假如我们自己谦卑的话，赶快又回到大自然来，我们就可以继续享受大自然。我们一离开大自然，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的时候，水啦，免费的啦，空气免费，很清洁。现在你往家里面越跑，往城堡，往大厦进去，什么都有油料的，然后越来越贵，是吧？你空气要通过什么过滤去，水也 要经过过滤，你才能做喝。你离开自然你就头痛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西方的无物质文明就是好的，赢过我们，不要这么想。我们东方有东方的精神文化，所以那些像猫王啦，或者是披头啦，他们最后都还在跑到印度，还在跑到中国的那些佛教深山里面去修养，去求安呐、啊，心安。这个猫王还是不行，他还是吸毒，最后还是自杀掉，啊，就是。还是精神重要。
这是我们漂亮的就是天体里头大宇宙里头的最漂亮的一个地球。我们不要为了我们的享受将把它破坏掉，我们没有子孙要活，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哦、谢谢大家。起立，楼下用餐。